你好，我是罗婷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世纪婚纱的经理。啊，罗经理。来，请坐。好。我是好聚时光的监制杨硕，这一季广告策划、播出时间还有相关费用都写在合同里了，你先看一看。好的。来，再换一个动作。好的。教练，一会儿我一定要去医院去检查一下我的眼睛。你哥眼睛怎么了？我真的是有眼无珠啊，我身边有一位这么漂亮姑娘，我却一直都没发现。这种话是不经常跟别人说啊，一哥，别跟我开这种玩笑。今天我是认真的。来，再换一个动作。合同没什么大问题，每天广告播出45秒，我希望广告的内容能用不同的爱情小故事来营销我们的婚纱。监制，杨监制。嗯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刚才没听清楚，麻烦再重复一遍。啊，我是说，我希望能用不同的爱情故事来营销我们的婚纱。哦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我会让企划部的人负责。